佛陀经常让我们拥有智慧啊，我们人啊，虽然有时候无形的一种内心的感受啊，我很喜欢这件事情啦，我很爱啊，我的妈妈啦，爱我的朋友啦，爱我的同学啦，甚至我很爱吃这个菜，这些都是无常的。 菩萨认为，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而已。你今天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，哎呀，我感觉到很开心啊，这个是我的。实际上，过一会儿，它就不是你的，这是一种感受。啊，举个简单例子，啊，我们的佛友啊，非常的累的时候。 啊，很渴的时候买了一杯啊，这个奶茶放在那里是你的吧？是我的，花钱买来的总是你的吧？是的，但是它无偿。你刚刚走到边上去，一个人走过来拿起来，咚,咚咚咚咚喝完了。等到你一回来之后，哎呀，对不起，这是你的，我喝了，这杯奶茶都是无偿的。 那你当时感觉心里那个难受，那个不开心，觉得对他这种素质等一等一切一切的，你是什么感受？那就是一种心理的感觉，而这种感觉，佛陀就是让我们懂得，你内心的任何的一点痛苦，也就是感觉呀。你感觉痛苦了，你就痛苦了。如果同样一件事情， 今天一个同事把你这杯奶茶喝掉了，你觉得很好啊？我做功德啦，喝了就喝啦，他需要喝，我再去买一杯不就得了吗？你这个痛苦不就是在内心当中，这种感觉就没了吗？哎呀，都是学佛人，他喝了更好啊，他功德做得大，他刚刚忙得不得了。 你这种心的话，你的内心的感觉痛苦就没有了。所以人活在一种内心的感觉当中，痛苦、幸福、希望都是一种感觉。佛陀告诉我们，这个痛苦的我其实不是真正的我。大家听懂吗？就是你今天痛苦的我不是你的我，我不是真正的我，啊，只是一种感觉啊，只是你啊。 一种思维上停留在内心一种痛苦的感觉当中啊，你想通了，这种感觉就没了；你没想通，这种感觉就一直在你心中啊啊！所以不应该把自己的思维停留在你自己内心痛苦的我当中啊！我问你们一句话。 你们痛苦的时候，是不是我很痛苦，对不对啊？幸福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个我很幸福啊？都是一个“我”字吧？那么，你把自己的心停留在幸福的“我的”当中，寻找那种幸福的感觉，而不是把自己的心去停留在痛苦的“我的”感觉当中，这就是佛陀讲给我们听的哲学观，这个叫真谛啊。 完全可以自己转换的，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不要执着于任何一个外在的事物变化。变化了怎么样呢？变化了，你痛了也是一种感觉。外在事物的转变让你兴奋了，让你幸福了，那也就是一种感觉，很快会过去的。啊，所以希望你们。 要懂得不执着外在事物的变化，啊，当中还要包括你内在的感受，你内在的感受，幸福和痛苦也是假的，很快就没了。你早上很痛苦，下午就不痛苦了，下午开心一点了，晚上又痛苦了。你早上很幸福，下午痛苦了。 到了晚上，你又不痛苦了，这个就叫无常啊。所以菩萨让我们控制住自己的那种内心的一种感受，要认识它，它是一种虚的，它不是真正的我，都是一个假我了。啊这是个假我。比方说，你刚刚在发脾气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发脾气的人是一个假我了。 因为真我你是有修养的，你不大会发脾气的。因为这个假我是你刚刚身上有灵性，或者那种不好的气场影响着你，使你发脾气的。这个是一个假我，真正的我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一个人，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一个人，啊，所以这样你想的话。 佛陀告诉我们，你才能得到解脱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伟大的佛陀，我们伟大的佛陀，在两千五百年之前，他所说的佛所说的法，就能够解决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。他可以用这种佛的智慧来解决我们身心产生的痛苦和烦恼，这就是伟大。